果然有慧根，放松些，这里可没有假道场的絮絮叨叨、打打杀杀。好瓜熟了，嗯。 找到，可别瞧不上这瓜。当年孙悟空就是用它炸了我那小童。来，近前来。既然寻到这里。 有一样他俩都不会的本事，我可传授于你。手。
信自法，不杀敌，只克己。妙用何在，你自会明白。有位孙悟空的故人来找过我，说想清静清静，我便送他去了浮屠塔，你可曾拜会？都说你是天命人，可这命若游了天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